今天我们去水晶宫给我拍好看的照片，真的可爱。小曾哥以前可是在影楼干过的，今天沾你的光啊。哎呀，你也别这么说，我也好多年没拍过了，究竟能拍成啥样子，我心里也没数。那你们想去哪儿拍？哎，我们去龙华洞吧。可以。我昨天品牌方的那几个小伙伴，他们说我们这边山水比较好，想去搞野炊。哦，可以可以。拍视频也行。行，没问题，那咱走吧。不要往后仰那么多，稍微往前来一点点。OK， 好，头看这个方向，眼神看这里。小三哥，再拉我小刘拍，好，不要太紧张啊。好，好。来，准备，小刘，亲密一点，亲密一点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老李老李，你去给他们摆一下吧，教他们一下。好好好。慢慢，慢车慢车，这样。啊！现在，这样吗？手打开，你不这样的，这样的，哎，在右边，左边，哎。一个，来耶，二走，来准备三二一，哎，真漂亮！对，好，一样。这样站，这个，给你放大一下。哎，看，跳的真漂亮，这是。你俩看对方，眼睛看对方。对，那我就走。哎，小刘哥，不要紧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来准备，来笑笑笑起来啊！四面啊！来准备，三二一，走。还是没吐你水。咦，你好紧张，你今天你笑的哭。嘿，菲利，你要笑一下，你不能这么调皮。来，准备，准备，跟我偷拍了啊！把你的大白牙露出来啊！把你的三颗大门牙露出来，三二一，不是，哎，你再不笑，我舔你了啊！你再不笑，我来舔你了啊！来，不是，哎，好漂亮！好，来，咱把手打开啊！哎，老板，老板，看这里。哎，不这里。好，现在四个人拍一张，比一个加油的手势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，来，一二三。哎，老李。哎。品牌方的人怎么还没有来？他没有信号，会手机了吧？有可能迷路了，咱去找找吧。哎。哎，老李。哎。那我发现了你了，哎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吃过没？哎，我吃过，吃过。飞姐他们肯定没吃过，给他们尝尝去。我给你发个定位，你按照这个导航过来，然后过来之后走这个桥就可以了，往上走。哎，小德哥，哎，来了，这边，这边。哦，迷路了，我还以为你们迷路了。没有，我们去买了点食材，买了点厨具。这个饭拿不拿？拿着吧。好，拿拿拿。哇，这里的水好干净，适合做饮水吧？对，环境也很不错。嗯，热水可以直接喝。是吗？是。嗯。老李，这个水里边有没有鱼？有鱼，有鱼。有鱼啊？泥鳅这种的。啊。你看你们这山清水秀的，真是山美水美人更美。对，我看你一直在拍。我们在这边，在这边再拍一下，对着这边。
特别好看。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预备起跑，哎，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，莹莹，玩运镜呢。哎，莹莹，哎，你们是野炊的还是来拍照的？拍照是记录美好瞬间，野炊是体验当下生活，缺一不可啊，老李。对。尝一下我的手艺，这个来到我拿一个，这个哇，虾美。来，菲力，尝尝火锅。谢谢。来。今天体验怎么样？平时上班太忙了，都找不到自己。今天摸了一天鱼，找到自己了，特别开心。哎，老板，你又偷吃牛排。你来你。哎，小邓哥，这个咋不像羊肉串？这本来就不是羊肉，这牛排切的丁儿烤的，你尝一下，味道不错。啊。过鱼。